今年的蒙牛孙孙乳音乐风云榜颁奖盛典呢，对于韩庚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，因为这是他在解约官司之后第一次参加大型活动。而为了感谢向自己发出邀请的评委会主席那英，在盛典的当天上午呢，韩庚精心为刚刚到达深圳的那主席准备了见面礼。尽管头天晚上还在盛典现场排练到了很晚，但第二天韩庚还是起了个大早，来到酒店的厨房，准备为那英亲手做一份礼物。现在准备要去给娜姐做一个蛋糕。虽然韩庚平时也会做菜，不过做蛋糕还是头一回，所以酒店还特意为他安排了一位糕点师傅，一步一步教他。这个是面粉，面粉呢，我们量500克吧，好，500克。再把它打快一点，让它起大气就可以了。哎，就是我家开小的馆，就后面就可以用这个方面了。对，你这是烤箱烤，我们放进烤箱，放进烤箱。这里可以的。啊，没事的，啊，你讲。好，你交时间啊。需要多少钱？你调啊，25吧，25啊，好嘞，啊，你调啊，好，下一个我们就跟着就要打奶油了，奶油，先给你个奶油看，好，到200吧，200，啊，到一点。好，能尝吗？现在能吃吗？能吃啊，嗯，味道怎么样？忙活了半个小时，蛋糕的主要材料算是基本准备完毕了，而且韩庚的手艺还得到了糕点师傅的大力赞赏。你这个手艺真不错，没错，要我真请得起你，我肯定请你来我的厨房了。终于，韩庚的蛋糕制作完毕。还别说，这外观还真不错，跟市面上买的也没多大区别。而对于自己的蛋糕处女作，韩庚自己也挺满意。就我第一次做，100分啊！因为我第一次做蛋糕，真的是，哎，谢谢，今天很谢谢大厨、厨师在这里边。哎，就是啊，这个盒子陪我教我做的蛋糕。顾不上休息，韩庚迫不及待地拎着蛋糕走向那英的房间。好，那现在呢？现在去娜姐的房间，把我的亲手做的蛋糕送给她。赶紧走，现在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刚下飞机。对，就是。对啊，这今天我特意做的一个亲手做一个蛋糕。自己做的。对啊。你会做蛋糕吗？学的。好。所以你刚下飞机，给你送个甜点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做的不好。没关系，我很少听说这个男生还能做这个。我会做饭的。会做饭啊？谁嫁给你啊？合适啊？哎呀，好看！还好啊。哇塞，好！也加了好多的水果。非常好。都是做艺人出身，比较体贴，很理解我，谢谢你。这见面礼已经哄得那主席乐得合不拢嘴，而紧接着韩庚又拿出了另外一份礼物，而这份礼物可是韩庚瞒着所有人秘密准备的。所以希望你的两个宝宝都能健康的成长。谢谢。哎，我替我儿子和我女儿谢谢你了。啊，好漂亮，可以打开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哎呀呀呀呀呀，怎么样？他喜欢粉色，这小女生都喜欢粉色。这是你亲自挑的吗？这个之前都没跟我们说。是不是你老板挑的啊？很秘密的，是吗？很秘密的，所有人都不知道的。大小都一样，真的啊？对啊，我儿子5岁半，刚合适。我女儿2岁半，刚合适。谢谢你，韩庚，你真有心，真有心。两件贴心的礼物一下子拉近了韩庚和那英之间的距离，一来二去聊了一会儿之后，竟然发现两人原来还是东北老乡。最典型的就是咋了？哎呀妈呀！干啥呀？是谁做的？谁呀、啊？我以为韩庚以前是韩国人呢，真的。后来我慢慢了解的，才发现纯的
纯的中国人，真好。而得知了韩庚妈妈在北京开了饺子馆之后，那英更是来了精神。我觉得这个饺子馆啊，就是家里人去经营。对，就是我妈妈现在管。然后你经常去带着朋友捧场，然后就签单就行了。嗯、对，没问题。不用买单。我们家以前最早年间，我姐他们在沈阳、啊，在北京开那个小饭馆，东北菜的，嗯，没有一天赚钱的。我总带着人去吃，天天买单。有娜姐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在哪儿啊？在，那叫新街口。啊，新街口。往南。好的，有机会你带我去吧。好，一定一定、啊。我这边人比较多。好，没关系。聊着聊着，不知不觉动身前往盛典现场的时间到了。道别时，那英更是像姐姐一样多叮咛了韩庚几句：“加油，晚上，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”好，谢谢大姐。别跟组委会说送我衣服了啊，好，这属于行贿。谢谢你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好的，好，嗯，再见，韩庚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